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X 的汪嘉玲。这次是我第三次参加总选了，今年的目标是进速报。其实这个目标对我来说也还是蛮有挑战性的。一直以来我对自己都不是很满意，最主要的是因为不自信。平常出去工作啊，或者什么，人家都说，就是你明明做得挺好的，为什么还是那么不自信？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但是可能就是这样吧。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那些不自信的人，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自信一点，所以我也希望我能够自信一点。所以呢。之后的话，我希望能够改掉以前的一些不好的习惯，还有，能够增强自己的自信心，从各个方面都提升一下自己。希望以后能够成为一个自信的，还有自带圣光的女人。对。然后今年的话，也要请大家多多支持我，一起共进退，对，共同努力，一起加油吧！谢谢大家。